好，又到12点正论时间。喂，话时话，我喺度几份笋工喎。系嘛？咩公司？你就想转行？你做社企喎？喂，有时人工高，好难，好难话唔忙下啫，系嘛？咩公司？哇，洗碗搵钱好过 A.O. 喎。哇，系咪真噶？喂喂，呢啲题嗱，今日讲紧头先，我哋都话呢有好多题目，我哋想讲呢个其中咧，今日都系情报嘅 A 一头版啦，就话月薪咧48000，洗碗包场。咁啊，头先你讲话好搵过 A.O. 咧，就系东方日报形容洗碗48000，好搵过 A.O. 不过睇埋啲细节条款，你就未必去咁讲噶啦。因为咧，就系点解48000咧？其实就系讲紧咧，铜锣湾间银龙啊，大家如果茶餐厅啦，咁啊24小时营业噶嘛，即系睇下波啊，咁啊可以即系食嘢咁样。咁啊洗碗嘅工作咧就要24小时。咁系咪好搵个？哦，24个钟。系啊，你唔系24小时，唔系话你可以攞啲碗翻屋企洗喎，系要你即系驻场喺嗰个地方啊，大佬。所以佢叫包场啊。系啦，所以你真系包咗啦，你嘅洗碗范围就系你个场啦。你入足就喺度洗大饼。即係我諗佢包咗個餐廳出面嘅碗，咁你就所以咧成件事咧就好揾個 A.O. 咧，我就覺得就唔係嘅，因為 A.O. 係有放工時間，雖然佢可能24小時都要做嘢，或者甚至 on call 俾人問佢嘢，咁但係佢起碼可以翻屋企啊。如果你真係一個人賺48000咧，坦白講唔係好多 A.O. 枕住有人問嘢嘅。咁我唔知啦，係啦，可能有啲真係有閒啲嘅，有啲就好忙啦，咁啊想睇下邊個局啦。咁但係邊飯啦嗰排？係啦，咁但係你如果你話48000。24小時咧咁計嘅話咧，其實咧就真係唔應該好揾個 A.O. 嘅，因為都好辛苦嘅錢。咁所以《東方日報》呢條題咧就有少少。不過呢、這個呢引你睇嘅啫。呢個睇完頭，呢個我覺得有啲諗頭嘅。其實48000，其實嗱，你諗下24小時啊嘛，咁啊當每個鐘頭30000，當40000計啊，講緊都可能20000多嘅啫嘛。Total 20000多，但係48000喎。其實你如果猜翻出嚟。佢而家其實某程度上咧似一種外判模式噶嘛，即係其實你包場意思就我揾幾個 friend 夾咗，或者一間公司咧夾咗外判俾我做。咁對於個茶餐廳有個好處就係，第一佢唔使兼顧你嗰個勞保啦，亦都唔使 manage 你啦，即係唔使幫你編監，唔使你自顧噶啦嘛，你自顧噶啦嘛。咁即係你係幫我喺度洗，即係你冇手都洗曬，哎呀腰骨痛，佢聽錢冇得 claim 啊 ，sorry， 你自顧嘅。唔係，可能講呢啲係殘忍嘅，即係覺得係，唉呢啲又係可能有剝削，但係睇翻個人工其實48000，咁你咪調翻轉頭諗啊。呢、这個工資可唔可以做到一樣嘢，就係去補償咗呢啲 cover 咗呢一啲呢一方面咧？譬如強積金啦，譬如勞保呢一啲嘢咧，調翻轉嚟諗，即係唔好一開始就咁樣諗先。呢咁高嘅人工，我頭先計過條數，其實真係有得搞。係啊，如果計完20000多，跟住我當夜間啊，俾多1/3人工，因為難請人嘅其實夜間，咁梗係啦，半夜3更好辛苦，即係1點至6點嗰啲場你要有人洗噶嘛。係啊，但係嗰啲最眼瞓嘅時間嚟噶嘛，同埋最多人食嘢嘅時間，啲人睇波，有煙，煙又好啲，而家冇啦，全面戒煙啦。咁但係食啊又要睇啊咁樣，好多撈教嘢噶嘛。你話嗰晚對住嗰啲打歐聯啊嗰啲女，哇，人山人海啊！我試過睇睇，真係好多人，真係唔係咁易揾位，仲好慳意過平時啊！係啊，仲冇過日頭，所以係難啃嘅日間。咁但係咧，我諗緊就係，譬如你既然攞48000包場嘅話咧，咁譬如有冇諗過，譬如成層公屋，其實我成日諗香港嘅社會網絡咧，如果以住宅計，公屋個社會網絡係最結實嘅，啲人識得最耐，係啊，同埋嗰個樓宇設計嘅關係咧，好多時佢哋嗰個人嗰個交溝通咧。是比私人樓來得密集，加上區議員啦，有辦事處啦，辦事處啦，下樓下啦，咁啊更加令到嗰啲人嘅關係熟悉。其實如果係咁，可能4-5個師奶，即係或者4-5個家庭結合咗出嚟，變成包咗啲嚟做，咁你咪到時喺 WhatsApp group 嗰度開 WhatsApp group 去編排間咯，係啊，喂，今日阿黃師奶洗，聽日阿李師奶洗，咁你咪解決咗好多。第一，你唔需要一定坐到8個鐘噶嘛，唔係唔使洗8個鐘噶嘛，咁可能係你洗3個鐘，我跟住湊仔翻學，跟住你第二個，我可能湊埋李師奶接力，係啦，有人嚟咁樣一路接，到夜晚咧，可能我揾老公，我老公來洗啦，老公頂得順，係啊，咁你咪可以第一來你可以有彈性啊，你個工作，咁你可以照顧到個家庭，二來就你個收入都有喺度，而且唔頭先計落條數其實唔差嘅喎，係啊，唔差。你住如果你住緊公屋，你間1000-2000租，如果攞到呢份收入，其實你嗰個生活都唔錯。係啊，咁呢一個係一個，我覺得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嚟嘅。你諗下，如果銀龍全線俾曬，哇！你呢條數都幾大㗎？幾大啊！真係幾好計，好多都係24小時添。咁你如果你即係如果呢個啲婦女團體去組成咁嘅團體去接呢啲 job 嚟做，第一你已經解決咗嗰個收入問題。咁再推多一步就係，其實區議員可以諗一諗。
即係可能你下次做十八億人可以同佢傾下。啊，喂，有條筍叫，有條筍嘅，係啊，因為而家你譬如好多嗰啲譬如新移民富，你好多時要解決嗰個工作問題啊嘛。咁你使會唔使講嘢啦？即係你唔需要好流利嘅廣東話，你淨係慢慢做得㗎啦。慢慢做啊，同埋好多時即係呢個都得得承認嘅，就係新移民嘅婦女可能捱得啲，比香港同埋佢未必會咁諗咁，即係佢未見過，未見過應該咁講，未必落到嚟即刻嘆過啦。即係可能上面都係要都係勞動慣嘅，就好啲啦。或者咁，因為你咪可以第一你可以控制個工時嘛，我一八個鐘頂唔順咪做六個鐘咯，揾多家人咯，你咪賺少啲咯。係啊，但係唔係你冇工作啊嘛？係你有工作可以做啊嘛。咁如果區議員搞掂咗嘅話，咁你可能成棟你成棟大廈你已經處理咗個問題，你係贏硬噶咯喎。其實一棟公屋差唔多就係你全部都係夥計，係啦，全部都你都有佢唔投你票都唔得啦，你老細食你噶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只係安排一個，可能安排一個區議員辦事處嘅助理，不過去聯絡咗呢班人，組成一個群體，然後我哋自己去排間。我只係同銀行老細傾好咗，咁銀行老細都覺得好型噶。即係又可以幫到新來港婦女，又可以幫到人，又係自己嘅良心企業啦，可以話俾人聽。係啊，又良心企業，我又做咗呢啲嘢，同埋人工又唔低，係嘛？咁啊，得睇啊成件事，咁區員又舐到，即係呢件事入邊又有得益。到時啊，到時投票嗰陣時，咁就投翻俾你啦。你好大大聲講，我之前解決咗我呢棟大廈呢個失業嘅問題。係咯，區員又唔使攞多票嘅，係啊，我已經搞掂咗，我個所成個票員都係我嘅，喺個 level 之內。是啊，我幾易宣傳啊！我有曬佢哋個 WhatsApp 嗰個 contact， 我話：喂，記得今日投票，咁就搞掂啦。係啊，咁你每日都可以去宣傳緊你自己個政綱噶啦。其實係啊，我你講呢個啱嘅，因為我之前都接觸過一啲新來港嘅婦女，因為我之前做過訪問啦，同佢哋。咁啊，佢有啲又好慘嘅，話自己廣東話唔好，咁揾唔到工作。係。咁啊，甚至乎有啲又話個老公咧就係香港人嚟嘅，咁老公又比較。懶散啦，即係年紀大啦，咁甚至乎唔出去做嘢，咁變一個人咧就揾唔到工作，因為點解要照顧小朋友？個小朋友好細，咁但係如果能夠有啲工種，好似係頭先你講話，即係 part time 形式，三四個鐘咁樣接力咧，其實佢哋好樂意去做嘅，甚至乎可能你淨係話嗱，你我小朋友翻咗學個時間，你就俾我去做。我中間我要接佢嘅時候，我就中間我煮出去煮飯三個鐘，我再翻嚟做夜晚，等個小朋友瞓咗，我又再出嚟。或者咪叫隔離啊李師奶幫你頂住湊細路仔。咁就係大家喺度即係你湊完翻屋企，佢我翻屋企湊佢哋，咁你要去洗碗啦。其實可以解決咗好多問題，解決咗好多問題。同埋木輪嗰樣嘢又好咗啦，即係起碼大家個即係會有互助嘅一種形式啦，大家又可以揾多少少。即係外快未必可能係可以係一個你嘅主要收入，但起碼可以幫輕咗啦，好過你話俾人話你指住話你攞綜援啊，又或者幫助你融入咗個社會，融入社會，起碼你唔會話咁抗拒接觸外界，因為你始終你洗碗你都咁，你同埋你同成棟大廈嘅師奶一齊溝通噶嘛，係啊，你都要夾噶嘛，大家夾 schedule 係咪？大家每個禮拜開一次會。咁甚至乎你話區議員可以打一個做一個帶頭嘅作用，佢 manage 成件事，譬如安排夜間、日間咁樣，咁你都係個辦法嚟嘅，其實。你依個你係區議員啦，你就算私營機構做都係諗得過噶嘛。私營機構做，頭先我哋計過條數，如果你俾$45一個鐘咁講啦，即係計埋我日頭同夜晚有差別，日頭你就$41，夜晚我俾你賺多$5，甚至可能即係嗰$15啊，俾你賺。咁樣講啦，咁啊 total 我計埋$45一個鐘啦，我哋計過條數，即係除翻咁多個都仲有左右，仲有$15。即係銀行一間店可以俾你賺$10,000，即係如果你私人公司去做嘅話，咁所以你依個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趨勢嚟嘅。咁但係有啲人就即係覺得好似天方夜譚，哇！咩理由洗碗個工種？其實唔係，其實呢個真係供求問題。係啊，因為冇人做啊。唔係啊，好簡單啫嘛。即係等於頭先嗱，今日第二單新聞，依個就係都係頭先我哋所講，我哋 A 日都想講呢單嘅，就係《星島日報》咁咧就話建造商會力爭輸入8000個外勞。咁因為而家咧。嗰啲好辛苦嘅工種，即係例如好似即係鑽地啊，又話有啲嘅即係扎鐵啊，嗰啲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噶嘛。咁呢啲全部都係起樓要用嘅嘢嚟嘅。咁點算咧？咁依個即係商會嘅何安成就話啦，咁佢就話而家揾請唔到人，咁變咗我焗住咧用好貴嘅人工去請一啲人，即係有啲可能已經退咗休噶啦。因為我爸都識一啲夥計，以前做開地盤嘅，哇佢。本來已經退休了，但係而家見到市道好啊！我咁老啦，都有人想$1,500一個一日我喎，我走翻出嚟做，60多歲啊，我復出又做，咁變咗咧，你人工高咗就引咗好多人做，咁但係個問題出嚟啦，原來咧佢講咧就話咧，而家因為冇人做嘅關係咧，令到咧而家你話啲樓貴啊嘛，$10,000+啊嘛，佢話我撇除曬我哋去投地啊，賺錢嗰部分，我淨係建築費，我每尺都要$5,000，咁呢個五千蚊。
即係講緊係未計曬成本，淨係出糧俾、出糧俾嗰啲工友啊，買料啫喎。咁你諗下，我哋而家住，頭先我哋講食住同埋食，我哋香港人都好重要啊。而家香港人話越食啲食嘢好貴啊，幾廿蚊你食嗰啲飯，甚至乎依間茶餐廳都係貴噶嘛，出名貴噶嘛，佢連鎖幾廿蚊、五廿幾蚊食個炒飯咁樣，哇！你覺得好貴啊，好唔抵。你住，你話住個豆人個地咁啊大地方幾百尺，你又話要講緊五六百萬，呢啲全部都係咩咧？而家就係話呢個外勞嘅問題，因為大家咧，如果大家我哋都之前聽我哋講政論嘅時候，我哋都支持講緊有啲工種其實真係要輸入外勞，即係冇人做啊！我唔係話要同人香港人爭飯碗，係冇人做嘅時候，咁點咧？根本冇人爭，即係就算我唔知阿李卓人可能會唔高興都係咁講噶啦。佢成日都話引入咗外勞之後就好似引入只狼咁樣，令到其他工種啊嗰啲人咧嗰、那個人工會降低啊。咁但係問題呢啲工根本身冇人做啊嘛，冇人做嘅時候。你叫邊人點請人呢？我諗呢、這個我自己嗰時睇呢個問題咧，有兩樣嘢諗緊嘅。第一就係你首先就係你香港嘅新生代先算，有冇諗過呢一個都係個出路咧？其實係啦。咁如果你冇諗過，你就要接受外勞啦。如果你有諗過嘅話，其實喺好多全世界好多地方啊，包括澳洲，其實去做呢啲行業咧，其實冇乜大問題。係冇乜大問題，只不過。我哋之前搞個，譬如七間大專院校一齊變曬七成升格啊嘛，之前當年咁大家都話叫普及大學教育啊嘛，其實呢個先問題嚟，本身嘅問題就係大家都以為自己大學畢業，變咗其實而家大學畢業嘅人多過可能多過下面畢業嘅人啊，咁你變咗咪冇人願意接受呢個工作？你大學畢業你唔係去揸鐵啊？係啊，你即係呢啲傳統嘅思想啊，即係喂，我供你讀書咁辛苦，你唔係揸鐵，你唔係去揸鐵係嘛？但係可能馬修你揸鐵嘅人工仲係高過你出去打份寫字樓，咁而家其實老實講入場費。講緊你係一定要大學畢業㗎啦，邊個請你？你邊分份工咧 ？office 話我中五畢業，我都中三畢業，我請你。而家冇咗呢支歌仔唱啊，大家都係要，因為反正出面嘅人咁多，我冇理由，我做僱主冇理由請個學歷低。所以而家調翻轉頭就係，而家就大家心諗就係請個肯做嘅，係啊，多過你學歷。其實講真，扎鐵我真係唔需要大學畢業，但係調翻轉頭問就係，咁你係肯做先？係啊，而家就唔肯，冇人做啊嘛。另一個問題衍生就係，當冇人做嗰陣時候，會引輸入外勞啦。其實輸入外勞，第一會降到你嗰個勞工價格。大家咁講，其實我覺得未必嘅。其實，因為其實全球所有基本上先進嘅城市都有呢個問題，新加坡啦、杜拜啦、日本啦，原來日本請好多菲傭㗎。係啊，咁杜拜基本上全部都係中亞南美嘅人嚟嘅，即係非洲嘅人嚟嘅，都請好多呢啲咁嘅人口去。佢哋基本成個杜拜城唔係杜拜人起噶嘛，係都係外勞起出嚟嘅。咁所以呢啲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嚟嘅，但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就係、是、你會引入好多其他唔係你呢個原生城市新即係個文化喺度，譬如 London 咪好多嫁印度人嘅，呢個咪典型例子咯，就係當年佢好多印度人去嗰度啊嘛，美國好多墨西哥人咯，係啊，所以咪 London 咪啲倫敦咪啲人話啲咖喱好食過印度噶嘛，呢個咪你咪香港都會可能面對呢個情況就係、是、你外勞好多內地人引入咗入嚟呢度，好大問題你唔肯做啊嘛，咁引入咗嚟咁。衍生另一個問題就係點樣去 tackle， 即係點樣處理呢班人嗰個生活模式啊，同埋佢嗰個簽證問題。佢哋係攞勞工簽證啊，即係 working visa 定係居住咧？有冇限到就係佢工作七年之後有冇居港權咧？非常冇噶嘛，上次白數啦，係啊。咁如果你冇居港權，佢咪唔構成你另一個問題咯，即係唔構成你個人口膨脹嘅問題咯。你可以諗呢啲辦法去處理。而家你一刀切就話唔入咧，其實唔係，我都個自覺得唔係一個方法嚟嘅。係啊，我都覺得唔係。同埋有一樣要諗嘅就係、是佢哋都冇講嘅就係、是，其實香港基建喺呢一段時間呢十年咧會瘋狂咁起嘅，因為地鐵會增咗，地鐵已經起緊啦，係啦。咁另外就係、是個角色嘅大型基建都會起緊，但係呢十年過後咧，未必又再有呢啲嘅。咁如果未必再有，而家你用大量後生仔入場咧，其實都危險嘅。跟住嗰啲人全部冇公開，所以之後，所以你引入外勞有個好處就係、是、咧，你引入部分外勞就可以避免咗之後嗰、那個。隨時可以加減嗰個數。佢、啊、如果佢哋冇居港權嘅話，佢哋可以隨時咪完咗咪叫翻翻去咯，咪翻翻或者去第二個城市度做嘢咯。呢、這個世界應該係咁樣噶嘛，所以邊度有嘢做咪去邊度，流動性好高。人應該係咁啊，我覺得流動市場，你唔好話咩居唔居住，其實就係咁樣，邊度有錢蚊去邊度，全世界都係咁樣，冇乜大問題。即係不論係做一個菲傭又好，不論你係做一個 CEO 又好，咁而家啲人都跑曬去上海啊，係一樣啫嘛，係咯。咁你要適應㗎嘛呢樣嘢。咁我會睇到呢一樣嘢咯。所以你話如果呢件事有 solution 嘅話，就係你個輸入外勞第一樣嘢就係佢本身嗰、那個居住或者工作嗰個衍生嘅條例係點樣模式咯。如果你衍生到個條例係適宜到香港嘅，何來而不為啫？係啊，係啊。
講真嗰句，你而家去歐洲請人得㗎，可能你去葡萄牙，可能大班人，葡萄牙失業率咁高，係啊，南非原來都係啊，南非失業率原來。唔死都即係問得拉唔一定係針對內地添啊！即係好多國家其實都講緊有啲人願意走出嚟做，因為你揾嘅錢係多嘅話，我咪寄翻鄉下咯，我寄翻俾老婆仔女，到佢可能打嚟香港打兩三年工，我發覺原來我等於我喺嗰邊做十年嘅。我咪做十年，咁又冇嘢做。係啊，嗰邊即係咁講啊，即係你人工嗰邊你做十年都未必我跟到我兩三年嘅，咁我梗係嚟呢度搏完之後，我咪翻去又攤一陣咯，係咪先？其實係好簡單。咁但係如果你當你咁堅持，你拒絕輸入外勞，咁你咪一係就引啲學生入場，入咗場之後，你咪即係確保學你話齋，即係確保嚟緊廿年、三十年之後，嗰班人都仲要做嘢噶嘛？十八歲入行咁講，你三十年。佢講緊都就係四廿幾歲，四廿幾就係五十歲，都仲係要，仲係要做嘢噶嘛。第一個問題就要問啦，就係、是、到其時，譬如中國嘅發展係點樣咧？佢哋可唔可以轉身去中國度做咧？係啊，你要處理，因為而家個之前咪我哋好講再培訓噶嘛。其實你發覺講係咁講嘅，其實真係好難成功。你因為嗰個年齡同埋嗰個技術轉變得太快，係啊，咁你變咗到時又衍生另一個社會問題。係啊，咁你點解唔用一個彈性啲嘅政策去處理啫嘛？咁啊，所以真係要諗下啦，即係唔係一刀切咯，好多嘢都可以即係彈性啲處理嘅。因為而家講緊冇外勞，甚至乎洗碗冇人做，樓冇人起，我哋又咁需求呢兩嘢，又要食又要住，咁呢兩樣嘢你都唔去請人嘅話，我哋咪只能夠越嚟越捱貴屋啊，捱貴嘅餐廳。咁你呢個唔係一個答案嚟嘅，答案就係頭先 Alex 都講啦，放寬，唔係我覺得最緊係放寬咗自己嘅方式先，係啦，再調校啲細節，自然咁我哋啲物價可以過渡到。